福州市公所配合行政院主计处办理工业以及服务业普查的工作，成立嘉义县福州市工业以及服务业普查所，由市长吴品瑞和干部做伙举行揭牌仪式。五东这边的工商普查是全国工商经济的总体检，目的是在收集工业以及服务业经营状况、资源分布以及生产结构等资料。我们公所今年就是针对我们工商普查的部分呢，在行政总处的指示下，那我们有五年一次的大普查、工商普查，那主要是针对有营登的商家做一个薪资啊、雇员或者是产业结构的这些全面性的去了解、去访查他们的一些状况。那也亦就是有这些资料回来之后呢，也以便我们在中央在制定任何的一些规范或者是一些福利的部分，会比较适合我们这些有营登的这些商家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已经是从五月中开始，会一直到七月，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网络上的填表，或者到实地到店家去访查都有，就是从五月中一直到七月。那希望这个普查可以很圆满的结束。工商普查的方式有派员访问、留伫填表以及网络填报等多元的方式来选择。实施的期间对今年度六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。若是采取网络填报的方式，会当对今年五月十八号开始开放填报到六月三十号。因为这两天因应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新增加了较受到疫情影响的问题，而且店家业者会当支持配合。记者黄佩佳观察报道。